龙舞狮、花灯会、派红包，这些场景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一定司空见惯。但是这里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南半球澳大利亚悉尼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定居在澳大利亚，中国农历新年也成为了澳大利亚一项重要的节日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活动庆祝今年的狗年春节吧。悉尼的春节活动从节前就拉开了序幕，在除夕前，中国城就有舞龙舞狮和狗造型花灯，达令港还有龙舟比赛，各式各样的新年生活让人应接不暇。除了传统的年味十足的表演，在悉尼你还可以用另类的方式庆祝春节。悉尼海港大桥还组织了高空卡拉 OK 活动，邀请了8位华人朋友在海港大桥134米的高空演唱卡拉 OK。大年初一开始，新年庆典活动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。悉尼的地标建筑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也亮起了中国红，来庆祝农历春节。以歌剧院脚下的狗狗生肖花灯为代表，围绕着环形码头的12生肖灯也更为新年衬托着热闹的气氛。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也举行了狗年新春点灯仪式，在百余名华人华侨的共同见证下，点亮了新春花灯。为了配合狗年的主题，悉尼市还举办了导盲犬毕业典礼活动。狗狗是忠诚与信任的代表，现场充满着与幼犬亲密接触的环节，一些当地居民也携带着爱犬参加了活动。Luna Park 月神公园，在悉尼的小伙伴们听到一定不陌生，在这里也加入了农历春节庆典的队伍。饺子摊、传统的舞狮表演和爆竹也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儿。到了大年初八，新年的活动重头戏来了，想去逛集市、吃美食、看中国传统表演的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达令港的新年集市。今年是悉尼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第22个年头，庆典活动每年都会吸引数十万游客前来，现在已经成为亚洲以外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为鲜活的农历新年庆典。这对于身在海外的华人游子，置身于热闹的中国新年活动中，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回家的感觉。